没事的，他肯定不会撞到，他只会说是有可能停不进。我的天，还是挺快的，好吗？我的溜冰溜冰，他能感应到。然后他就会掉回去。他进得去吗？我要相信他吗？相信他，不行。他肯定不会碰，没事的。你确定？是的，不行。他就会往那边打呀。对，他一定不会碰，有雷达在，他一定不会碰。这，他已经到30厘米。对，因为30以内就是红嘛，就是红色。所以他能够停到精准的30，然后停对，下去。对。好精准啊！哇！哦，停得好正啊！完可美，以了，停好了。